八年扛枪，没有说的，天天能能找个地方训练，没有，后方训练就是等于就是战场了嘛，操场就是战场。二十岁出去，到一场头天到一场，第二天飞机就来炸一场，几十架飞机就来炸，那就等于上了战场了。我到了真是部队嘛，就拿枪了嘛，就发枪了嘛，那换衣服这就上战场。 我专门扛枪身，我是谁说我就专门扛枪身。那个枪身都是20公斤40斤，妮儿要踩两个耳房子，一眼一看就估计有好远距离。 没车的嘛，我们一个拳头就是现在的那个那个车子，我们走的步子在是3步就是2公尺，要踩2公里的话，走3步2公尺，30步20公尺，速度踩的。黑了完西，要关西修的，北斗星这边。 北斗星它始终是在北方，你还要越黑龙，你走，你晓得哪方是南，哪方是东，哪方是西，哪方是北，是没数不平。光面就是阴山的哦，就向南；北面不阴的就向东。就是八年，我没有离开过战场，没有离开过战场。